的有3014班楚冠伦，3012班陈新平，3014班陈玉珍，3016班许佳伟，3012班沈玉明，3014班陈新瑜，3001班张巧玲，3013班林安琪，3014班杨子璇，3013班陈丰毅。授奖代表3014班楚冠伦。哎，这个奖项我们是不是由我们代会长来为我们颁发哈？一夜班家长联谊会的代会长哈，代会长呢哈，也是一样，他的女儿今年呢，在我们一夜班里面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保送台中女中哈，也即将要毕业，在他任期一年当中，可以说对我们一夜班所有艺术工作推动不遗余力。那在前几天也刚办完他女儿个人的音乐会。您猜出了哪一位是他的女儿了吗？妈妈颁给女儿，不是这一位，这一位当然是儿子了。跟妈妈还有同学的妈妈可以，等一下。全体请掌声鼓励。